什么你的比我的好看啊？你特丑，特丑，你知道吗？走走开。喷我一个后脑勺。我跟他们不一样，谁像他们一天又要吃要喝的，对吧？老师，我要好好学习。老师，我还有一个梦想。你说。露露，我觉得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。你说的那个人。我不喜欢你。我不喜欢你。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你长得不够帅。老师，我那我换个理想吧，那我换个理想吧。及格了。打六十才打六十分。你打多少？我打一百分。那你今天打多少分？我今天表现，我打一百分。就你的脸把屏幕占到了一半，你知道吗？脸那么大，能躲得住吗？藏得住吗？大家好，是我们新来的。我是新来的。奶奶并不是很想理你吗？贵宾您好，这是我们为您准备的。想你跪下吧。啊，我才多大岁数，你一见面就跪下，什么意思？找茬是吧？不能跟你粉丝说，让他们多多关注我。然后给我炒绯闻吗？不是，这么你炒绯闻不骂我？对，我肯定会骂你。我们没钱，没钱。说谁没钱？我有钱，就是不太舍得花。摆着吧，它也就放在里面了，让人家看不到。话不能这么说，那我就愿意摆着，我就不拿出来怎么着吧。但是事儿不能这么办。系列没有很贵，这是1-3万的系列 ，OK 的。你别走。看你这个破裙子，怎么了？我喜欢这样。我跟你说，今天巨流行的，搞得你自己每天穿的很好一样。大裤衩、大背心。裤衩背心怎么了？是不是看不起裤衩背心？是要撕了吗？谁说的？你瞅瞅人家，你那么穿这样就来？金鱼，这也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啊！金鱼。好伤心啊，好伤心，好伤心啊，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眼泪眼泪眼泪流过。老师，老师死了。金鱼我受伤了，好惨啊。金鱼你吃金鱼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这门还好没事。你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？栽小树林，栽小树林。就是学不会吧？没事，不怪你，舌头短能怪你吗？我。你用什么方法？也许你是自己学的，也许有同学会帮你，但是老师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。因为我们的直播稍微有一点卡，所以很多的网友都在说看不到你的脸。看不到我的脸。你